至于在香港，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本地市场，我们与时并进，创新求变。从最初每台加油机只得一支枪嘴提供一种燃油，到现在六支枪嘴提供多款燃油，效率大大提升。而加油站内设施亦都不断改进翻新，例如 StarMart 便利店以及洗手间等等，以切合顾客所需。加德士一直本住顾客第一的宗旨，提供专业用心服务，广受大众认同，获奖无数，包括连续11年荣获读者文摘信誉品牌金奖，以及总共7年荣获一周刊的服务第一大奖。多年来，加德士不断为顾客带来多个广受欢迎而有创新的推广活动，当中好多都深入民心，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，就等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除了为顾客带来优质石油产品和服务之外，加德士亦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以及参与多项赞助活动，当中包括加德士环保基金，联同香港家庭福利会成立的加德士儿童发展基金，赞助小童群益会设立的机会工程，以及是香港女子网球赛。75年来，全赖各同事上下一心，更加要多谢各位客户和合作伙伴倾力支持，才可以达到今日的辉煌成就。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为过去75年的共同努力举杯庆祝。